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繁星点点的快乐星球哦。猜猜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当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糖果挑战啦。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八种口味的糖果，一人四个，然后互相猜对方口中是什么味道。对，谁先开始？你先。我先猜吗？对啊，你先猜。我给你准备了我们平常最喜欢戴的这个，像只小狐狸，很符合你的气质。给我戴起。很可爱啊。好，我先啊，这个我觉得它应该很好猜出来。喂，我刚喝了咖啡，我口里还有咖啡的味道。你要不要先给我清洗一遍？要清洗。不要，快点开始。快点清洗一遍。什么味道？咖啡的味道。我开始了。我靠，还爆汁儿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那你先。葡萄味，是不是？桃子味，是葡萄味。猜对了，很简单啊，毫无难度。行，这个你肯定猜不到，这个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。我不行，因为我的那个嗅觉很灵敏，我的味觉很灵敏。好，你的。你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你时刻准备着什么？什么味道？首先，它不是一个水果的味道。我不知道。感觉是那种。感觉是很大自然的味道。大自然的味道。大自然的什么味道？有种那种香气。什么香气？我再尝一下。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麦芽糖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好，算你难倒我，很厉害啊，可以。这个是我也是为你特意准备的，这个，那都是为我特意准备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也猜不出来了，那就试试看。又是一个软糖。准备好了吗？玉米糖，这么简单，你都没过来，我就闻到那个味道了。下一个，可以啊。下一个。这个很特别啊，这个有多特别？
又怎么又是一个软糖？开始啊！准备好了吗？你过来。蓝莓是不是？不是，葡萄。你刚刚已经猜错了，第一遍就是错的。啊？你刚第一遍猜错了，你说是蓝莓，其实是葡萄味。你犯规，有两个葡萄味。就是一，我没有犯规啊。前面也有一个葡萄味。我没有犯规。但是前面也有葡萄味。你这样会混淆别人。为什么混淆别人？我四种口味，我多一种葡萄味，怎么了？接受惩罚吧，你说，我来定惩罚。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是躺在床上，我在你身上做俯卧撑，做五个。可以啊。你要说，哥哥我好爱，哥哥我好爱。可以。声音要很。可以啊。怎么样？我知道声音要很，我懂，我懂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懂，可以啊，好，行，没了吧，你的，到我了是不是？嗯，你完没有，我还有一个、啊，你为什么还有一个啊？我有一个叠加的，凭什么你有叠加的？我有叠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床上我做主，我不接受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凭什么？每个人都是四个，为什么你有一个？你也可以叠加，等会你也可以叠加一个呀、啊。我不，快点，我不，不行。要不然今天这个录不下去了。可以啊，要不然现在直接上床。不要录，选择一个。我什么都不选，你都让我看到了还叠加什么？我给你等会儿，我重新选两味道。那我也要有个叠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吧。好，行，我自己带。我给你带，我自己带，我给你带，老婆。好，加强版的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次必到我手上了、味道，终于体会到荔枝，荔枝不对，一共有两种味道，麦芽糖，对，和玉米，对，到你了，算你走运，到你了，小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我给你，哎，我的发型。嗯，轻一点，宝宝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你将会败到我的手上。放马过来。第一个味道，是你最喜欢的味道。我最喜欢的味道。对啊。嗯，什么味道？桃子味，是一股。没有啊，第二个味道就是你的味道，就是你的味道。第二个味道，这个就是你的味道。第二个味道，你看时间啊，
荔枝味。太简单了，作弊！我感觉你我没有作弊，真的偷偷看了，我没绝对没有偷偷看，我发誓，如果我偷偷看，我这辈子硬不起来。好，下一个味道，你看一下时间。嗯嗯嗯。好了吗，宝宝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饿狼要扑食了。第三个味道，快点，宝宝，我要饿狼扑食了，再不快点。葡萄味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全中了。最后一个加强版的味道，可以啊。好了吗？两个味道，两个味道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荔枝，没有。有个玉米，嗯。怎么还有个奇怪的味道？芒果。啊，猜错了，终于猜错了一次。什么东西啊？不告诉你。已经完了。这样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糖果吗？你告诉我。对啊，猪皮糖。猪皮糖。泡猪皮。泡猪皮糖。好，你输了，你的惩罚就是跳危险派对的猪舞蹈，因为你猜错了一个。是。我的惩罚是什么？可以。你的惩罚就是躺着，我做俯卧撑。说哥哥我好喜欢。可以。